第十七题，小溪以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种方式将等重的物体移至相同的高度 h，如下图所示，比较小溪对物体所做的功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做功的结果就是等于能量的变化。这个题目里面是位能的改变，位能是 mgh，质量乘以基值再乘以高度。这题目里面大家的质量都一样。上升的高度都一样，基值也大家都一样，所以大家的位能变化都一样，也就是做功的大小一样。因此，第十七题问我们比较小溪对物体所做的功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甲等于乙等于丙等于丁。